我哋而家等到第一位嘅粵曲老師出場啦。咁余鸿健老师咧系前广东省粤剧学院嘅管乐演奏家，佢咧曾经喺中国同埋海外同好多大老官合作过嘅，例如罗品超先生、红线女小姐同埋蒋文端小姐嘅。咁佢喺2004年咧就移居加拿大，而家喺多伦多咧成立咗鸿健艺术中心，系教授粤曲嘅。咁今晚好開心，余老師咧接受咗朱月雲老師嘅邀請。今晚就係以歌會友，以樂傳情。咁我哋有請余鸿健老師、高嘉美同學為大家演唱一首《夢會離宮》。Thank you.
见玉环，孤儿真儿梦啊！莫问儿真儿梦，且看你手减颜容。
我仲识疏远夜
人救家行浪，眼下烽火神中thank you.